进来，赵副行长，什么事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最近一周的报表，请您过目。好，辛苦您了。哎，对了，还有个事儿需要你去查一下。您说，最近印钞车的出行记录非常混乱，我们对印钞车的使用是有着严格规定的，所以你去问问后勤部，到底怎么回事。是，我马上去查。辛苦了。你找谁？您好，我是张副行长的助理周彤。张副行长有事儿，让我询问一下运输部的负责人。啊，我就是。请坐下说吧。不用了，是这样。张副行长说，最近运钞车的出行记录非常混乱，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嘛，你不要管了，你让张副行长直接问景尚行长吧。什么意思啊？这事儿好像不该张副行长过问了。谢谢。运输部的负责人说，他们是直接向景尚行长负责的。我无权过问，他们说如果您有疑问，可以直接询问景尚行长。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是。荷花厅给我准备好了吗？留着呢，姑娘在上边等着您呢。好，大爷大爷，不送慢走啊。妈妈，我上去了。好的，慢一点啊，好好招待客人。还挺美啊，谢谢夸奖。穆专认可你了？已经认可了。我现在是东亚储备银行副行长张子墨的助理。太好了，东储行这次实施限制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你一定要密切关注每一个细节。放心，一旦发现可疑的线索，我会立即通知你。我们俩近期不要见面了。木斋这个家伙正在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进行排查，把情报按这个密码编辑好，放到迈尔西爱路街心花园中间的路交一下。是，但是如果发现紧急情况，我该如何通知你？直接来我公寓。你确定吗？近期我在公寓附近肯定有人监视，但应该不会很严谨，你小心一点。从楼顶下的后窗进来，如果有紧急的事情，
我需要见你的话，我会在我公寓的窗户上挂一个竹帘绳，这是我们俩的约见暗号。是。对了，那个张子墨是不是我们的人？应该不是。张子墨刚从德国回来，他是因为得到陈福明的赏识进入汪伪政府的。怎么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穆真也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把我派到他的身边。有道理。但即便张子墨没什么背景，这么重要的位置，穆斋这个家伙也会很严谨的。那我要不要试探一下他？不必了，因为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如果是的话，处子会告诉我的。是。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睡觉？睡吗？说吧，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要杀了那两个人呢？哪两个人？你叫唐二十三去找的那两个人呢？我有让什么唐二十三帮我找过人吗？没事儿吧？记住。忘掉我让你做过的一切，什么意思？为你好。啊，这我知道，可是，其实我现在还挺愿意跟着你们一起做事儿的。那你就得听话。那必须的。我琢磨着，你们要杀的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应该是汉奸，我说的没错吧？等忙过这阵子，我就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啊？你要把我们送走啊？可是，你刚不是答应了让我跟着你吗？我是这么说的吗？是啊。哎呀，不对，我得听话。那你听了吗？我听了。没有什么那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唐二十三。回去睡觉。哎，回来。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你以前跟我说过挺多的，你指哪方面呀？跟今天说的内容有关的，重要的。跟今天的内容有关的，重要的。我想起来了，试试看。你说，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妹妹了，你不想再把我也弄丢了。真是个聪明的妹子。其实，我挺想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听话，我就认你这个妹妹。谢谢。免了，跟这没关系。你放心吧，要是我不听话，你就不是我姐。哎，你看那儿。徐总。
张副行长，我记得这个时间没有印钞安排。你们这运的是什么呀？我们不知道，这是检查行长吩咐的，具体装些什么，我们也不清楚。那既然是井上行长吩咐的，就按井上行长吩咐的办。哎，走吧。没事吧？哎，你没事吧？这么不小心？你怎么搞的？这么不小心？你没事吧？没事，那我们走了。啊，还不快走！走走。您来了，来了。我订的书到了吗？到了，您稍等。好。您看一下，是这边吧？不错，就是他。谢谢啊。您别客气。告诉他们，我需要更多相关的书籍。好的，我一定转达，一定要尽快。您放心吧。好，那我走了。您慢点啊。请进。周助理，你不是下班了吗？啊，回来拿一些忘带的资料，正好看见您屋里灯还亮着，怕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过来了。周助理，您辛苦了。您言重了，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我这儿好像没什么需要你做的。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今天晚上我得加加班，井上行长的伤势还没好利索，手头上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处理，这工作呀，总得有人去做吧。那我也留下吧，你有事随时叫我。那好吧，你辛苦了。嗯。
井上行长的办公室都由我来打理，我每天关门后都会再检查一下。走吧。好。这次我调你来上海，是不是感觉很突然？对，是挺突然的。因为这次任务换上别人的话，我不太放心呢。您就直说吧，具体什么任务？我魏大红绝不掉链子。这次任务比较危险，我需要你去保护一名日本人。保护什么？日本人？我杀的就是日本人，你还让我保护？您这是又拿我打场子吧？魏大红，记住我下面说过的每一句话。你要保护的这名日本人，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人，日本人，对，佐藤秀忠同志，肩负着重要使命，他是我们获得日军高层内部情报的重要人，我命令，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暗中保护佐藤秀忠同志的安全，并且不容有失。是。另外，根据佐藤秀忠同志提供的情报。以及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日本人方面印制了大批的法币的假钞，随时准备运入国统去。我命令你们青浦游击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必须截获这笔假钞。是。我要提醒你，这次的任务远比打仗难。是。最近，我观察了银行的运钞车出行记录，发现银行的运钞车根本不是去了中央银行，而是去了一个叫永安仓库的地方。永安仓库？对，昨天运钞车还去了永安仓库，并带回了几个箱子。我怀疑里面装的是日本人印制的法币的假钞，所以日本人的印钞基地一定就在永安仓库附近。这个永安仓库具体地址在什么地方？井上的文件里没有，我觉得他也不知道。没问题，我们会尽快找出永安仓库的具体位置。好，这批假钞随时有可能被运出上海，我会尽快查出假钞的运送时间，到时候请你通知老宋，做好准备。放心吧。啊，对了，以后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就用你跟老宋的联络号码及时通知我。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会把鞍马都备好的。那我走了，我送你。怎么着急了？那倒没有，不过你说这唐二十三他怎么还不来呀？该来的总会来的。哎，不是，他喝啥？哦，你总算来了，快快！怎么了？没怎么，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讨厌，你还怕人家不来呀？哪能啊！人找到了吗？人是找到了，不过嘛，我们为了找他们两个人，可是费尽了好大的力气呢。怎么，想跟我坐地起价呀？你敢！嘿。什么坐地起价？难不成你不知道他们两个的身份啊？什么身份啊？是啊，你们真不知道呀？知道什么？你们要找那两个人，他们身份可是76号的。我们可是费了好大的风险才找到的，所以喽，得加钱。76号的，那我看我们也就算了吧，毕竟是帮朋友的忙。既然他们是76号的，我们也得躲远点。什么意思？想反悔是吗？不是我想反悔，我觉得我要是跟我朋友说他们是76号的，我朋友也得收手，估计啊，给我的钱都得拿回去。那可不成，道上的规矩你懂不懂啊？要不这样，我不跟我朋友说他们是76号的，这样，这钱也就不用要回去了。那当然，不如咱们先去验验货。我们已经找到他们两人的藏身地点，并进行了实地验证。环境勘察了吗？只是粗略地看了看。动手之前，一定要把敌人的活动规律还有周围环境摸清楚。明白。叫上王爷，咱们走。有问题吗？他们两人的藏身地点相距太远，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同时对他们下手，不然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咱俩分开行动，你有把握吗？放心吧。好，那你来负责孙荣海，我负责刘东才。是。今天务必要把孙荣海的藏身地点还有周围环境摸清楚。明白。就是刘栋才的部署。这些啊，都是里面这位爷要的。这个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他平常爱吃的。进去吧。谢谢爸爸。
一会儿那个人出来，你跟上去问问情况。记住，我也侦查一下。是。这是我绘制的孙如海的藏身地点和周围环境的简图。孙如海所处的位置比较偏，而且也有特务在把守。说说计划。孙如海在每天下午5点左右会从房间里出来，到庭院内活动身体。根据唐23手下的观察，这2天都是这样。你们看这里，这里是一栋3层的小楼，小楼的楼顶可以看到孙如海的庭院。距离大概在500米左右，我想要在小楼的楼顶狙击孙如海，逃脱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听起来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出来呢？如果明天是阴天，或者他生病了怎么办？别忘了，我们是同时分开行动的，又必须要在同一时间击杀目标，如果错过，我们将很难在短时间再找到刺杀他的机会。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再好好想想吧。放心吧。魏源，嗯，别吃了。现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我该做什么呀？不明白。您说。回到自己的房间，2个小时之内给我拿出你制定的刺杀孙荣海的行动计划。好，快去。想好了告诉我。是。这是您要的金库出入库记录，谢谢啊。你通知一下后勤部，出入库记录由每周一次改为每天一次。是。嗯。您还有其他事吗？没有了，去吧啊。哎，对了，我昨天让你问的货，你问后勤部了？问了。忘了告诉您了，后勤说是印钞纸。印钞纸？好吧，没事，你去吧。现在是4点05分30秒，我估计在5点10分动手。如果孙荣海在5点05分还没有出现，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实施你第二套方案。明白。出发。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好，那你去吧。是。这是您要的今天的储物单。印钞纸，晚上9点出库。对，后勤说这批印钞纸弄错了，要送走。是昨天那批吗？是。好，我知道了，去吧。
我和景尚君可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什么事儿？景尚君的伤已经痊愈了，我们总应该庆贺一下嘛。而且我听景尚君说，你们俩在一起共事这么久了，还没有一起吃过一顿便饭呢。可是今天晚上我实在有点事儿，所以哎，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是啊，曾国军，赏个脸吧。好吧。哦，对了，把你的助理也叫上，正好让他跟景尚君熟悉熟悉。谢秦穆军警察长，我现在去叫他。 还没有出现在庭院，我会给你发手势。到时候你把汽油瓶点着扔进去，从后门把守卫引开。引蛇出洞，蛇未必出洞。那什么意思？混水摸鱼。明白。 吃饭了，放那吧。
而已。刘栋才是同一时间被杀的，而且都是在自己的住处。这会不会是军统在整治叛徒啊？一定是，卖国求荣，贪生怕死，这样的人死不足惜。总之啊，让他们呀折腾去，不干扰到我们就好。放心，对我们不会有影响。这影响呢，一点没有也不对，但是是良性的。怎么讲？你想啊，他们对银行这边就无暇顾及了，自然就不会干扰到我。已经进入租界了，这下安全了。别忘了，我身上还背着租界的通缉令。看我的记性。男妇女敢杀四个人，那这么大胆！别废话，带走。走吧。
别动，别动啊！这位小姐，兄弟们倒是当差吃力，都不容易，有话好商量，好商量。我们也不想惹是生非，只想离开这里。哎，好说好说，让他们后退。后退，后退，后退！说你呢，后退！ 不住了，心中默数30下，你就可以走了。不过，你要是敢回头的话，迎接你的可就是我的子弹，明白了吗？明白。一、二、开始吧。闭上眼睛。二、三。 不许回头啊！六、七、八、九、25、26、27、28、29、30。团长。 人呢？ 走了，走了。你追还是不追？嗯，我说咱追还是不追？你说呢？我觉得得追。哦，那你追，咱们回去吧。 哎，哎，探长，先生慢走。怎么，姐，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今天必须尽兴。是啊，大家难得嘛。有什么事情可以交给我去办。没事，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好，我们跳舞去。好啊，走走走。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的吧？ 再等等。你们怎么才回来？路上遇到巡捕房的人。巡捕房？我身上不是还背着租界通缉令吗？小事已经被我们摆脱了。我差点把这个茬给忘了。没事，我来解决吧。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 你打算怎么解决？还没想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一直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明白。 晚上9点出口。
后勤说这批印钞纸弄错了，要送走。是昨天那批吧？是。如果您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办，就告诉我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嗨，我能有什么事情？都是银行一些大小的琐事。既然来这玩了，咱们就不谈工作了。那您为什么不去跳支舞呢？你觉得这里头有合适我的吗？合不合适，只有您试了才知道啊。再看看吧，来，喝酒。一起玩玩，嗨，我在这儿喝喝酒聊聊天，很惬意。其实啊，咱们张副行长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哎，哦，看样子子墨君的要求很高嘛。子墨君，今儿一定要尽兴。一定一定。对呀。啊，对不起，我可能要先走一步，咱们。改日再选，来。金长君，你可要照顾好子墨君啊！我会的。秦墨君，慢走。来，我们喝，走。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有请安妮小姐为大家献唱，请大家鼓掌欢迎。大姐，这位安妮小姐可是这家舞厅的头牌，唱的歌曲非常的好听，但是你好好的欣赏欣赏。我觉得这个就挺适合您的，是吗？应该是。我觉得待会儿您得主动一点，献点殷勤嘛。女人呐，就喜欢这样。献殷勤？对呀。以后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就用你跟老宋的联络暗码及时通知我。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去一趟卫生间，马上就回来，适配一下。好，去吧。
烦您帮我到霞飞路的吉祥花店去取一束玫瑰，就说是张先生订的。好的，我马上就去。张子墨先生让我来取一束玫瑰，他说是他订好的。啊，你等一下。好的。谢谢，这是张先生给您的。好的，再见。军统此次反应如此之快，说明除了上海站之外，他们还有几股人马潜伏在上海。阁下明察秋毫。丁桑，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卑职定当竭尽所能，绝不辜负阁下的厚望。也是，不过以后工作要细致一些，三教九流要多渗透渗透。是。好，你去忙吧。是。您的花，给你，谢谢。有什么吩咐，请随时叫我。好的。想得真周到啊，都是周助理指点的好。来，祝您成功。谢谢。
任せたぞ。気をつけろ。はい。乗れ。青木さん、準備完了です。出発。はい。報告します。入れ。はい。報告します。我々の荷物は先兵招待により予定通り発送し、そして全ての連絡所への通達も完了しました。よし、ついに南京からの荷物もすぐ重慶に到着するな。シエメイレン計画はもう成功する。ご賢明です。荷物の動向から目を離すな。油断は絶対するな。はい。それから李世群と丁立燕にさらに捕獲に力を入れさせろ。はい。叶根太监。是，队长。志总，队长，别说话，志总。这些是你的了。我听说你这个包打听，全上海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那还用说吗？前些日子，马霍路四十一号花园洋房里，四位名媛的死，你都知道吧？知道。这件事情在大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能不知道吗？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这四个人不像报上说的，被一个女人杀死的。你还真不白给。继续，你还知道些什么？那就涉及到了说吧。痛快领头的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参与了这事的日本人。
小姐，你觉得这个康乃馨怎么样？非常好看，你帮我买束这个花吗？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你买。您还满意吗，先生？满意，全都给我买。好。好了，给您，谢谢啊，谢谢啊，再来。小姐，请问这盆云竹是怎么卖的？我们的人已经跟踪上日军的运输车了。周彤正在跟踪我，你千万要小心。明白了。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打电话给老宋，4689。我记住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没有了。那我走了。哎，把这个带上，以免被人怀疑。好，谢谢。再来啊！唐23所提供的线索应该是准确的。这个渡边太郎表面上是大和洋行里的一位普通职员，但实际的身份是一名日本特工。说说你的计划。我想请您敲定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我会把从渡边太郎那里所取得的日本特工在公共租界刺杀四朵野莓的证据提供给报社，然后由报社把真相发出去。敲定一家报社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怎么从渡边太郎那儿取得证据。我已经设计好了绑架渡边太郎的方案，我会让他说出真相。如果他不配合呢？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干掉他。我同意。闭嘴。干掉他。那证据怎么办？只能再想办法了。不行，这个计划不成熟。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有成熟的计划了。我也没有。哦，那为什么我们不试试秋燕的计划呢？我让你闭嘴，听到没？绑架渡边太郎不会有什么威胁，如果他真的不配合，就全当我白做。接下来的日子我自己多加小心就是了。好吧，我同意。好像在马货路41号见过了，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了？是你们呀？你是那个女军统？记性不错。不过，
我现在需要你把那天的事情好好的再说一说。你这把刀不会只是比划比划吧？啊啊啊！接下来是你的鼻子、耳朵，最后才是你的右耳。我要让你自己看着我是怎么活挂了你。我说，我什么都说。行动计划，我会动用相关资源给工部局施加压力，并发动舆论攻势，予以配合。给处座回电，能否对几个疑似假钞印刷基地进行攻击？是。这家报社，报社在法租界，你这么做分明是欲盖弥彰。李桑，你这次让我大大的失望了。お静めください。もう一度新聞社に文書を記載させて、あれは記者の手違いだったと噂を広めましょう。今更無駄だ。よく覚えておくんだな。はい。进来。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谢谢，您太客气了。为什么要跟着我？跟着您，我是您的助理啊。我这不是担心您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人知会不是？我不管你是军统的、中共的，还是76号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国家做事。您想多了，您的勤奋和努力我都明白。那好吧，以后我不管去哪儿都会把你带上。您真是误会了。谈不上误会，我只是不希望你那么辛苦而已嘛。我想我能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先忙，我随叫随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谢谢，如果您方便的话，乐意奉陪。你去忙吧，咱们晚上聊。是。